见常见，牛眼儿就这么两片，在细微的这个蜜儿中细甜我难言。大家好，我是一凡，今天做了这个孜然鱿鱼条，这个尖椒肉丝，还有一点绿豆芽，绿豆芽，待会儿卷个饼。弄了一大盘，一焯缩水了。我就不拿那个手套了，我觉得有那个呲呲声不好听。包饼。我尖椒肉丝跟绿豆芽炒的都是孜然味的，如果没有鱿鱼的，这个尖椒肉丝卷饼也很好吃。有那个孜然或者烧烤料炒，就香了。
这个饼料足啊。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